陆雪，当年没把你的腿打瘸啊！你知道我他妈这5年在牢里是怎么过的吗？当初如果不是你拦着我，根本不会有那样的日子。哼！我丢了根手指，挨了5年，以为出来可以过新的生活，却没有想到我妈病死了。 老婆跟人跑了，儿子也自杀了，众叛亲离，身败名裂，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容纳我的地方。你当年犯罪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是这个后果。别他妈站在道德制高点，我只是一时喝醉了而已，一切都是因为你。不是你，我会坐牢吗？还想起诉我强奸？就连那个女的。 敢起诉我？我只是被判了，故意伤害而已。<笑>你想干什么？说来这个事情，也可笑。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，可我却突然看见了那个不亮丽的小姑娘，巧了个巧，那事情就变得有趣了，不得了。 我本来想杀了他泄愤而已，突然发现我找错了人，又意外看见了你，当年那个报警的高中生。你们现在，一个是酒店集团的总裁，一个假扮着小艺人，过得光鲜亮丽，和我的生活。 真是天壤之别呀！我心里实在是不爽。你以为我还是6年前的高中生吗？我绝对不可能让你碰他一根手指。放心，我是不会杀了你们的。我要的是让你们身败名裂，被这个社会所抛弃。很快，你就会感受到我所遭遇的一切。陆雪。 你还是尽快结束这个节目。没事儿，就一个月嘛。况且要退出也得有理由，不然要赔违约金。抱歉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啊。要不今天咱们的单全部免单？没事，你去吧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都红了，你还说没事儿啊？ 你是傻吧？还笑得出来？滚烫的热水你都不躲？我躲了，你怎么办呀？你是个女孩，手上有一套疤，你就嫁不出去了。这么帅，有道疤更酷。多一道疤还酷的人，只有 Harry Potter。
哼。嗯，你怎么淋湿了呢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，伞丢了。这也能丢？怎么不吃呢？没胃口。人家可是霸道总裁，哪看得上咱们这个？饭是无所谓，我看不上的是人。你怎么了？喝点水。来，干杯！哇！林婉，嗯，陆巡，我超喜欢你们。谢谢陆总送我回家，今天多亏了你。陆总慢走。有事儿？孟娇今天能来陪你住吗？孟娇有事已经回公司了，再说我本来就是自己住。我要借宿一晚。陆总，为什么呀？太晚了，打不到车。啊，你个总裁没有司机吗？下雨。那也能开车呀。司机去生孩子了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旁边就有一家酒店，我给你发地址。我从来不住别的酒店，你最近最好不要惹任何人，看见任何可疑的人都要。最可疑的就是你了。什么？陆总，你也不能住我家，我家就一间卧室，而且我记得你还欠我11万5。陆总，你累不累啊？你想喝点什么吗？水呀，茶呀，我家里什么都有。这个人太奇怪了吧？怎么大半夜的要住在我家？陆总，我们出去喝茶吧。原来你有双胞胎姐妹啊，长得真是一模一样。是啊，我妈有时候都分不清。江北第47中，好巧啊，我也在那读高中。你妹妹叫什么？我可能认识。其实我妹也有可能是领养的，完全跟我不熟，所以她做过什么都不关我的事儿。我们赶紧出去吧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脸色这么差还说没什么？你发烧了？来，我扶你。来，哎呦，对不起。我现在都不清楚是哪里疼。对不起，陆总，你早点休息啊。哎，你。Thank you.
的好不好，好不好，我想知道他是否能明了，能知道不计较不胡闹，陪你笑，你走了我很好，我很好，不忍直笑。凌晨，你最近怎么这么爱逛操场呀？减肥啊。啊，我看你是别有用心吧。是吗？陆璇，你为什么会突然转学？为什么6年都没有消息？你没事吧？要尽快手术，他肱骨颈骨折，髋关节坏死，要进行髋关节置换。那医生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？四级手术那肯定是有风险的呀，并且做完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恢复到正常的髋关节功能，术后呢最好是进行个系统康复训练，但是国内没有。我不想去美国。你必须做系统康复，也该让你爸爸尽尽责了，别以为在美国开个破酒店就不用管你了，再说了你弟弟也在那边啊。我想留在国内上大学。被强奸的那个女孩没有起诉她，还连夜搬走了。她最后的量刑是故意伤害，她可是铁了心的要报复你，我们不能再留在江北了。凌晨，凌晨呢？她知道凌晨的名字吗？她就知道你的名字，所以你离开对谁都安全。我知道了。相信爱，相信爱。